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，又回来玩，不是又回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，然后今天就玩这个新的，不是算新的，就是蛮久的2002的那个旧款游戏啊。然后这个是那一波疯跳，从地来临机嘛。好吧，话不多说，就开始玩了。是一个搞笑的游戏的，就看一下吧，看、啊、认真听取那个导演的话 ，OK。第一章应该是不会太难吧？这个，据我所知，它好像是一个装灵机的游戏吧 ？OK， 按，进入这个房间 A， 非常好。你屏幕直接你可以利用滑鼠这样的左键 ，OK， 比如说我们的鼠标移开吧，它就会跟你移动你的那个场地下去。好吧，走来这边。这一关基本上是教你讲移动吧，好吧？我是教现在我将会让你看到无敌可以做的事情，在任然你都可以通过移动鼠标啊，指针到物体上，并点击左键让无敌查看啊重要的物体。为什么现在不能用那束植物看看呢？按。这个树看起来很像，看起来很像。好，看这个。弹珠，还有那个标记笔，二楼放标记笔。下去吧。用这个点开它的。OK， 然后接下来，回家直接给我收拾两盆。看到他妈妈的那个图像就被画得肮脏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右下屏。单独在这边，快点跑！哦，大家来了！回家吃了饭，谁是老人？啊！顶到腰！好吧，那就算是这样，就做那个邻居，有小狗这一关。比如说小狗叫的话，他邻居就会来这边看看怎么回事。这边应该是邻居想要做什么，他现在是要去第一区。好吧，我就看一下。土豆柜，这个有弹珠，然后这个什么 ？OK， 可以躲进土里面。好。现在让无敌把它放在楼上房间 B， 不过用鼠标左键按下右键进行潜行。嘿，哦，右键的话，它就会用慢慢走潜行。快快点跑，先跑看，喂，它来攻击了，是我跑到下面了，跑起来，隐藏在衣橱柜。我在橱柜临机就看不到你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吧？哦，摸到！回家吃了饭，谁是老人？好吧，算是小游戏之一。
正式开场。光明正大从人家粉队走进来，真可以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好。有什么东西啊？这边。他在看电视，我们就去看一下。嗯。哎，谁偷看女孩子？我进去出去看他做什么。偷看女孩子。我喜欢。好，然后又回去坐沙发吧。好吧。这个有的拿东西，他画一个手的符号，应该是可以上去拿东西。大力克，然后要这样做，海鱼来了，去他那个看看他坐的地方有什么东西拿。哦，绑电线，我再来了，快点跑，这也看不到我。生气了，不要理他。我们来这边，鸡蛋的话放地上，不是？啊，鸡蛋是放来放微波炉。这个是强力胶，应该是放这边。别给他偷看了，等下我们淋在眼睛。哇，快点跑！跑第一组。看的，我看大家。哦，看到他微博有鸡蛋捣乱。我干他了。姐姐姐。哎呀，这人怎么这样了？啊！扭到腰，九十七分，不错了。这一关，就像没关系，我们把难的。去他家，看看这有什么情况。不一定是有东西哦，对的。锯齿，好。在这边，卫生纸有这个在哪？侧脊固定器。然后这边，他要喝酒了。这个什么？泻药。泻药应该是放在他的酒那边的，对吗？喝酒，然后回去。你应该是喝酒，看戏，然后看完戏他就过来对吗？先下去躲去。四个东西，所以应该是我们等他回去先。他拿酒，然后他就会这边过来喝酒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先弄他的微波炉。哎，然后再用泻药放在他的酒里面。好啊，下去，在这边等他。他过去了之后，我们再去锯他的椅子，应该是。嗯啊，重新吧。好，这个会进来一次。好慢呢。哎，他来了。哦，可是。嗷！被打。嗷！
喵，重新开始，讲完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这边他给你厕纸，厕纸拿着好。厕纸。厕所塞着，所以有泻药，我们去拿鸡蛋。然后用鸡蛋放在微波炉。然后走下来，那等他去处理微波炉的时候，我们快点锯他的椅子。我们来这边等。讲完了这一关，卡关了嘞！柜子有没有东西啊？只有一个东西放吗？柜子，然后有没有其他的？没有了。直到厕纸是拿来放在那边呢，然后锯子是锯椅子。泻药是放在他的酒瓶，只是这边有六个捉弄的地方，看一下，橱柜拿东西，鸡蛋，先下去先。如果弄他的电视机，他回来会生气。先从泻药、鸡蛋，然后锯子，还有等一下上厕所，还有哪里？先弄开电视机了，你不能。喂，旁边被人捉。然后上去呢，就先把泻药放在他的酒先。拿鸡蛋放进微波炉。好吧，我先下来。来拨弄他电视机。电视机弄好了，我跟你下去躲。
一定生气了嘛。对，那我就上来这边等一下。扭到。等他等下喝酒泻药的时候，我们才记他的椅子，应该是。哦，肚子痛，快点去，快点去。然后结果他这个时候他又看到马桶肮脏。把椅子弄好了，对，回去躲。大家拿酒。哇，他是走下面，那我走上面了。还有没有拿西药？好吧，有没有发现邻居的生日到了，而且他和自己最好的朋友一同庆祝快乐的日子，其实他自己而已，他去灭蜡烛并庆祝自己老了，会很快的往信箱中中什么，这个人族一眼并没有寄给自己的生日卡。好吧，没有人跟你庆祝生日，我跟你庆祝。来了，冰箱。好吧，蜡烛，他拿蜡烛，然后去蛋糕。哇，他的那个箱子那个东西，我先注意他做什么的。然后他就来查信，拿蜡烛，然后来点蛋糕，然后他就会来查信。没有生日卡 ，OK， 好回去。这个老鼠夹应该是放在这边的，没错的话，因为它查线都会夹到手。然后就拿蜡烛，又点蛋糕，哦，应该是它的模式见过了。那我来拿它吃吃。它应该只有三个动作了吧？对，它应该只有三个动作吧。肥皂，啊，肥皂那种，江山我有。一个滑溜溜的肥皂。好吧，没东西，车子没有错的话应该是放在那边。我先来这边，这边东西拿。没有肥皂，滑溜溜的。我应该是画他的图画先。冰箱有东西。OK， 我如果用这个炸弹跟他换肥，跟他换那个蜡烛他拿过来点就爆炸。地上，地上，好，快点跑！跌倒，生气了！哎呀，死人了，死人了，来了！
把老鼠夹放在冰箱。处理微波炉，生气了，然后拿蜡烛，应该是炸弹，拿炸弹。炸到了！丢到腰。哎，可是他怎样去厕所呢？哦，捡到老鼠夹，找到了，等一下。啊！又扭到腰。OK， 他要去拿胶布，然后看到那个，生气了。啊！哈哈去拿胶布。然后发现厕所肮脏，好生气的。原来是这样，可是97%吧，哎，应该是那个连贯性哦，没有连贯性的东西，那个肥皂应该是那个肥皂宿舍那边，好吧，就开始就玩到这边为止啦，然后接下来还有蛮多关给我玩的，好吧。喜欢我们影片，喜欢我这个影片的话，就给我一个 like， 有一个欢迎订阅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